根据外汇管理局数据，2015年12月末，国银行对外金融资产是7216亿美元，对外负债9437亿美元，对外净负债2221亿美元，其中人民币净负债3783亿美元，外币净资产1562亿美元。外管局称，预计2016年中国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经常账户顺差，资本和金融账户将继续呈现出逆差。那跨境资本流动有望总体趋稳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依然总体可控。